跑了，快，我像跑了，瞅我干什么？看他都跑了，你就容忍他逍遥法外吗？你以为宠物猫就不保家卫国吗？就不拿下他吗？虽小必诛，收拾他。你就不能见义勇为吗？你非要让他逍遥法外？你看，你看人家挑衅你了，又奔你去了，你看都爬到你的尾巴那了，你还不虐他？哪去了？还看他玩？你待会跑了都，跑隔壁去了，隔壁是电梯，人顺电梯就上楼了。还宅那呢吗？那还有的吗？快点的，你个小短腿你够不着啊，快点的，快点跑了，我像虐他，你射他多少倍的体型啊？哪去了、啊、拍他，快拍他，哎，你这使点劲就给他摁死了，又让他跑出来了，你跑猫爪盆里了，嗯、啊，不能给它吃了，都是高蛋白。待会儿看着都睡着了，它是瞌睡虫啊。